被指非法偷運性經入內地嘅香港人，各位歡迎收睇呢一節嘅新聞報導。各位新聞詳細內容，性經入內地，首次有公屋居民申請法援，進行司法覆核。嗰個心飛咗出去，好遠好遠嘅地方。佢嗰幅相又影埋嗰個心臟出嚟，仲要彩色喺個地嗰度又要彩色喎。咁話你諗下，咁樣好似好核突喎。點解你可以登出嚟咧？咁樣即係我哋就算睇報紙，都係當武俠小説、愛情小説咁睇㗎啦。因為佢個內容真係寫得好似咯。好似係由佢哋角度嚟諗我哋啦，咁佢哋根本就唔知道我哋想諗乜，咁只不過佢哋好主觀地覺得係我哋會係咁諗，一定會咁樣諗。你知道咗之後，你自己做唔到啲乜嘢，改變唔到啲咩，我就會覺得寧願唔睇好過睇咯，就係咁樣。咁咧，其實佢打開報紙咧，大部分嘅新聞咧。都是一些較為有血腥味的新聞。看完報道之後多想一想，真的想有叻啲啊，覺得即係識多啲嘢咧。其實報紙真係一個好嘅渠道咯。我就覺得基本上報紙就係將我同個社會連埋一齊嘅，所以我覺得佢就係一種橋梁咯。唔睇報紙嘅時候咧，你根本就唔知道周圍發生緊咩事。最貼身嘅就係、如果身為一個學生，你都唔知道而家政府個教育政策係點樣，你都唔知道嘅話，咁我覺得咁樣會好舒適咯。喂，你好，我哋系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打嚟噶。睇电视新闻报道够唔够客观噶？系好客观。原因令到你睇电视新闻。铿锵集上个月委托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调查15至25岁青少年睇新闻嘅习惯、态度同对报道手法嘅意见。请问咧，你平日有几留意时事新闻噶？青少年有几留意新闻？好留意加幾留意有61%，少留意加完全冇留意有39%。主要新聞來源：電視51.9%，報紙33.1%，互聯網5.9%，電台5.8%。上惨剧中遇害，佢会将呢一个问题。电视新闻吸唔吸引青少年睇呢？话几吸引，有43%；唔吸引，47.3%。一啲輕鬆嘅或者體育新聞，咁可以報導得比較比較得意啲咯，即係唔可以用一個方式去報導曬所有咁多種類型嘅新聞咯。我就覺得佢個形式方面咧，就真係比較外版咗少少咯。咁其實都係真可以就配合翻嗰件事，用翻唔同嘅感情去表達，可能會個吸引性高啲。點解香港電台要嚟學校進行拍攝工作呢？其實係因為佢哋想了解中學生對新聞嘅睇法，點樣喺眾多彎。而取材方面，我覺得咧，真係而家嘅新聞報導咧，真係好少有關青少年嘅問題，即係除咗教育署之外，我啲資料真係好少會同青少年嗰啲嘢有關嘅。我唔係好明點解全部都係大人去討論呢個青少年嘅問題咯，而全部都係由佢哋嘅角度咧去講翻我哋。好似由佢哋知道我哋心裏邊諗咩咁咧，咁有時我認為應該揾啲青少年一齊出嚟討論翻，唔可以話全部都係傳媒，因為唔反映我哋意見咯。因為有時真係好多青少年係完全對事件係一無所知，好多同學咧都唔係好留意時事嘅，睇報紙就固然少，睇新聞都唔睇。其實我哋做新聞評論咧，某程度上都係培養緊同學對呢方面嘅一啲興趣或者一啲諗法出嚟咯。比較引起人哋注目就得㗎。
星期一已經係連續幾單都係有呢啲咁嘅論述參觀。我哋可唔可以講下，即係呢件事會有啲咩教訓，或者有啲咩值得評論嘅地方咧？我哋三個同學咧會負責今日嘅一周新聞評論。我係中六李祖嘅關樹基。政府咧就會推出一個轉做直資中學嘅計劃。咁但係點解最終又放棄咗呢個倫常慘劇先？我覺得嗰啲可能咧較為悲觀少少，即係睇到社會較為負面嗰 part 咯。咁反而如果譬如話我哋講翻一啲較為切身嘅，甚至連我哋自己爹哋媽咪都係好關心嘅題目，同埋其他同學一齊分享咧，咁可能對大家都會有更加大嘅幫助咁樣樣咯。我會留意到新聞咧，其實例如報紙新聞同埋電視新聞咧，亦都好少會詳細咁介紹例如教處嘅政策會有咩改變，佢係好少介紹，即係要你提一提就算噶啦。咁但係其實我會覺得咁樣係有少少忽略咗咧，因為其實我覺得一個社會其實佢嘅教育係會佔佢對佢未來嘅影響最大影響嘅。Welcome to CSK Channel 8, and we are live at Room 104. I'm Michael. I'm Angel. I'm Christine. And I'm Miranda. Here is the news commentary. It seems to me that the current trend in Hong Kong is on accountability. But instead of really looking into the matter to avoid repetition of the same mistake,Some people tend to put all the blame on other people when something goes wrong. 一筆歐銷節目，有個人就輸咗比賽啦，咁就怪責喺香港政府嗰個教育制度問題。因為倫常慘劇叔叔啊嗰啲就怪責香港政府嘅社工冇跟進到佢哋嘅事件啦，咁令到依個悲劇發生咗。咁我覺得兩樣嘢都係香港人。就好似似乎每當有事發生都會怪責喺人哋身上，咁點解又冇諗下其實佢自己都要剔翻啲責任咁樣咧？咁我就覺得呢啲都係我可以俾我哋嘅學生係諗下，打開親報紙都係死人冧樓嗰啲咁樣，即係次次睇親都覺得乜而家香港真係好似真係咁差咁樣，經濟又低迷，又多人自殺咁樣。傳媒啊，會揀嗰啲負面嘅嘢去報導咯。其實有好多正面嘅嘢去報導，佢哋冇揀到噶。寫得越誇張越核突，咁就越多人睇。即係其實佢咁樣報導嘅方式係咪你哋所需要啊？佢依家嘅報導方式唔係我哋所需要，係佢哋需要咯。嗯，係咯，佢哋覺得咁樣可以吸引到讀者，佢哋咪咁寫咯。年青人其實需要啲真實是真實的東西，他們不要那麼，其實不是要那麼虛無的東西，不要說得那麼誇張，他們是要個事件的真相。以前記者的責任可能是報導一些真實快捷的消息給我們知道，但可能現在全部都是因為自己保住自己的工作才去報導去寫那些東西出來。可信性呢個問題幾大咯？即係有時發生咗啲事，係一啲數字上嘅問題。呢份報紙可能話受傷嘅十個，嗰份報紙可能十五個，咁有啲又話兩三個。咁我覺得如果比較細個嘅青年人睇報紙，會唔知道信邊個咯？睇慣曬啲血肉模糊嘅場面嘅啦嘛。咁同埋成日報導啲倫常慘劇咧，其實我覺得特別而家咁嘅即係經濟環境咁嘅情況下咧，你報導咁多嘅話，可能反而係一個反效果咯，即係令到啲家庭，人哋家庭都係咁啦，咩啊？我屋企唔咁啊，咁我反而變到好多可能有啲父母嬲起上嚟，真係會咁做嘅喎，照玩住碗嘅啫喎。可能以為讀者想要睇依啲嘢啊，見到人哋死啊點樣點啊，會覺得會去買咯，但係其實反而我又會覺得會核突啊，反而會。不想看這樣的報紙。退步立正，單提掌，中馬箭七十錘，嘿，射馬虛步，我閉手，好拳。
電視新聞對我嚟講都係，我覺得太悶咯，都係有條友坐喺度咁樣樣，咁樣好悶咯，同埋佢局限咗我哋咯，佢俾乜我哋，我哋就要聽乜咯，我哋冇自己嘅選擇權咯。咁如果話可以俾我哋即係互動啲嘅，可以揀嚟睇嘅，咁樣可能會好啲咯。我一日裏邊有半日到啦，係會做咗電腦嘅。大部分都是用嚟做功課咯，因為有很多學校的資料我哋都要上網去攞翻咯。依家嘅後生仔嘅趨勢就是個個都係對住電腦咯。留意新聞的時間都少咯，其實留意新聞的時間我都是朝頭早一起身冇嘢做的時候先用上網看下新聞咯。係啦，跟住其他嘅時候都是冇乜點睇新聞。請問你平日有幾留意時事新聞㗎？唔留意新聞的原因是咩呢？话冇时间有48.9%，冇兴趣30.4%，新闻好闷24.9%。而家报纸日日都话，考得唔好唔紧要噶，好多机会噶，咁其实。係咯，係話俾你聽，即係冇路行嘅，基本上你係咁，我係要面對絕路嘅之中嘅比較幸運嘅一個，而家都嚟到都有翻書讀咁樣，咁但係其他人就好慘咯，見到啲新聞呈現出嚟嗰個現實咧，係同你哋感受到嘅係其實唔係好一致嘅。當然唔一致，報紙係太過理想化，太過樂觀咯，其實。唔係咯，都係感受過，唔係唔一致嘅。你話香港個經濟差、經濟跌，報道咁講，你話咩？有陣時報道咩？香港經濟會繼續差，我覺得香港人太聰明了，即係唔會真係冇飯開咯，因為我覺得。我一定不會失業咁樣咯，經濟差又感受唔到喎。可能我哋即係啱出嚟做嘢，感受唔到嗰下好強烈嘅對比咯。即係冇試過好風光跌翻嚟啊嘛！我未從來未風光過，所以對我好似冇乜影響咁樣咯。青少年問題，佢好表面咁樣去睇嗰個源頭，即係嗰個禍根，佢好表面咁樣睇咯。但係真係點解會令到咁樣？我覺得報導又可能未必咁準確咁報導出嚟。而家報導我哋呢一個年紀嘅嘢，我諗大部分都係負面嘅新聞為多啦。即係我諗嗰啲咩黑社會問題啊、disco 啊、毒品，我諗嗰啲好多都圍繞喺我哋呢個年紀嗰啲人身上。咁但係好似。冇乜正面嘅，係所有都係負面，我覺得唔係咁認同。即係如果有一日我上報紙，我咁嘅樣上去，一定啲人係估我黑社會啊，或者揈頭啊剩咁樣，即係變咗好表面咁樣睇一件事咯。我覺得有時都係。真係冇地方搞，真係冇地方搞。唔係你哋嚟之前，我哋就彩排嘅喺度，都已經俾人講咗啦。今日咁樣即係五六個人啊，咁樣都會俾人鬧。你會唔會見到喺街度有一班喺度跳緊中國舞嘅人會俾人講啦？影下嗰邊啦。啲人夠係一樣喺度跳舞嘅咯，但係咧佢哋咁多人喎，應該滋擾到我哋咯。因為我哋青少年嘅問題咯，都唔係新聞咯，好多細路三五成群，唔係好人咁款啦，又會金毛啊，著得耶少少啊，靚少少，甚至乎可以係靚少少啊，都係唔啱嘅，都係唔啱咯。知啲阿媽認為多得真係多得傳媒唔少，總係佢會傳媒做出嚟嘅效果就係俾人覺得
咁樣出街嗰扎人就係作家犯科啊、殺人放火啊、打家劫舍啊，唔係就因為新聞上高好多字眼嘅問題，譬如金毛青年斬人呢句説話已經係好圈嘅咁啦，即係佢金毛唔同佢斬人冇關係啊嘛，或者成班黑衣人啊咁樣走埋一齊聚集啊，黑衣聚會啊呢啲，即係原本大人俾我哋去嘅，都俾啲新聞寫到唔俾咯。以前日日睇報紙，睇電視，而家報紙就好少睇，即係唔好睇咯。覺得而家唔係死人冧樓嗰啲高官講嘢，係咁覺得日來去都嗰三幅屁嘅。同埋通常佢嗰啲咩關心青少年啲新聞咧，就係嗰啲有中學生啊、小學生跳樓啊、情殺啊。講完之後啦，個報紙繼續有一個咩專家小專欄啊咁樣講翻呢啲。咁件事都發生咗，而家先講，我覺得冇乜用咯。喺後邊喎。Yes！ 你咁忙 ！Yes！ 打 online game 睇網頁，但係全部與新聞無關嘅，都幾失望咁樣，即係對於我全部。唔係失望，係習慣咗，唔會有失望呢樣嘢㗎啦。根本上新聞對我哋嚟講，即係最緊要對我嚟講啊，已經係冇用㗎啦。大圍啲社會嘅嘢都唔到我哋管啦，我哋想講又點啫？講我都冇用㗎喎，咁我哋關心嚟做乜啫？如果香港市民你睇報紙，有時聽新聞，你董建華連任，即係我都唔會話好輕易睇董建華，因為我對呢啲冇咩興趣嘅，啲政治嗰啲。但係你聽你會聽得到咯。但係就算我覺得佢唔應該連任，我可以做啲咩咧？因為淨係董建華可以參選先，唔係想阻我啦。警員就不斷增援，香港都好多人去示威，反而會被人禁嘅多過。振臂歡呼，我得咗啦！我哋真係抗議成功，我未聽過咯。咁我覺得抗議嚟有咩用呢？即係黐嚟都冇用咩？黐嚟掹咯，黐完嚟做乜嘢？黐完都掹嘅。我能力上面我做唔到啲咩去改變佢啊嘛。係咯，即係我唔可以，即係譬如董建華連任咁。我又唔夠姜，好似個阿叔咁樣出嚟同佢爭，係咪先？咁我就走去坐喺度咁樣。我覺得一樣負面嘅事咧，你知道咗之後，你自己做唔到啲乜嘢，改變唔到啲咩，我就會覺得寧願唔睇好過睇咯，就係咁樣。睇完個政府有啲政策啊，或者佢出嚟講嗰啲説話，我覺得佢一廂情願咁樣諗，即係例如啲人冇嘢做，叫人去養豬啊，或者話法輪功係邪教，咁我覺得唔係唔認同。即係佢要個個都跟佢咁諗啊，但係唔一定個個都要跟佢咁樣諗。咁我覺得最後係整翻佢喺度嘅啫，因為自己實質做唔到啲咩嘛。即係喺我能力當中，我有嘅能力就可能係作首歌出嚟，咁我就變咗作隻歌出嚟。好似今年咁樣樣啦，有三條嘅十大新聞咧係同娛樂有關。呢個當然係反映咗咧同學喺面對呢啲傳媒嘅宣傳手法嘅時候咧，好多時咧係冇一個嘅反抗嘅能力嘅。很多時就因為佢咁樣大幅報導咧，就會覺得咧係一個重要嘅新聞。呢個需要我哋咧係即係細想點解嘅。而最佳報告獎嘅得主就係旺角勞工子弟學校。請問過去頒獎典禮很多其實佢係又同嗰個娛樂有關噶嘛，反而我哋全部同學一條娛樂都冇揀到㗎係。陳方安生嘅辭職啦，嗰題又係好多人選嘅，仲有就係遠離示威區，警方武力拉人咧，得兩票嘅，係兩票，跟住後屘係拗到好精彩。
報紙其實真係對社會有好大影響力啦。咁如果其實一份報紙，其實個個都睇頭條先咯。如果頭條日都係唔係自殺，就係啲慘劇啊，同埋撞車啊，全部都係關於生命嘅，即係一啲死咁樣嘅。咁其實形成咗個社會氣氛咧，係好低沉㗎。可能係實況嚟㗎喎，即係低沉。但是我們很多時候聽到的時候就我都覺得是嚴重了，因為或者是我們自己的份，我們只是覺得人應該是樂觀一點。新聞報導最重要就是正面和負面兩邊都兼顧，其實如果你給多太多正面會覺得其實好像是虛假現象，如果是負面的話又覺得其實造成一定的打擊信心，最好就是客觀地報導最真實的情況。係咁，你最希望新聞邊方面可以做多啲咧？一係減少暴力。希望新聞有咩改善？話客觀啲，有47.8%；有趣啲，32.9%；多啲正面消息，31.7%；多啲年青人觀點，27.6%；減少暴力，16.6%。理想嘅新聞報導係。用翻貼切嘅詞去報翻，確實佢係發生咗啲咩事咯。冇理想，個世界唔會理想，好似好難有呢啲報導。